今天开张我们的霹雳大舞厅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昨天是圣诞节吗？霹雳啦，不是。你居然忘记了吗？啊？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！什么？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？你记得？啊，没有，我当然记得啊。好，那我记得，记得就好。你知道吗？我记得，我知道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很大的礼物啊！哎呀，真的吗？呀。好贴心！我为你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。什么精彩的表演？耶、yeah, ！他们个个是国内数一数二爵士高手，并非不三不四、乌合之众。跳起舞来，让你连五脏六腑也一同震撼，情绪激动的七上八下，久久无法忘怀，只因为十分感动啊！哇，这么厉害！耶、yeah, ！那让我们赶快来欢迎。Red us feet, change your mode! 让我们欢迎包裹老师。
小林老师。
声。谢谢。